我背着那个杯子。好 ，OK。好，三、二、一 ，Go。你刚刚把前一个删掉了哈。好，那跟刚刚讲一模一样的话，我大二了，要录一下第一首歌。好，预备开始。录什么呢？录女孩，你知道吗？好，准备喽。女孩，你知道吗？我想要带你回家，然后把你的衣服脱光光，接着要把你扑倒，让你贴在我胸膛，翻天覆地一整晚。女孩，你别紧张，欧巴有戴红袜，刚好昨天也有剪指甲。我会温柔一点，跟着你的感觉，带你到我的游乐园，坐云霄飞车上天堂。我要吻遍你的全身上下，从头到脚我都要大口的把你吃掉。谁叫你那么可爱又那么可口，我看到你就完全投降。我爱看你穿的黑色丝袜，脱高跟鞋的刹那，早犯规超级性感。快躺在床上，让我等你好吗？我绝不会像那些人渣，糟蹋你的沙发。巴巴拉巴，你会玩乐器吗？巴巴巴拉巴，我加油喇叭。巴巴巴拉巴，你会玩乐器吗？巴巴巴拉巴，我加油喇叭。Yes， 看一下摄影师自己看一下。不要了，不要了。看一下王文凯在干嘛？王文凯举手一下。哦，他这个微笑，哦，有点生气。好 ，OK， 结束在他鼻中是。是啊。我可以开声音了吗？好，可以。